这个冰箱门啊，粘死了。哦，桃子一个都没有了，还有点梨。还好我拿一点桃子回来，要不就没有桃子吃了。这个还在这里直播呢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我现在教大家怎么样做那个丸毫罐头啊、哦。可能有的朋友们不懂得做，其实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呢。先把这个桃子这个皮哦，全部把它给削干净。这个是我刚才已经削放在这里放久了，有点氧化了，把它削干净了，洗干净了。冰糖下去，不要加太多，因为这个桃子本来就很甜了，只是说把这个水啊、变甜就可以了。这个糖浓差不多了，把这个桃子倒下去。然后呢，放到那个蒸炉里面去蒸20分钟啊，上气以后蒸20分钟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泡5天以后，5天以上的话才可以吃，放冰箱里面更好吃。我们这个烤箱它是可以烤，也可以煮的，也可以那个蒸的。不是20分钟，这个是蒸的，蒸是 S1 是不是？S1 蒸鱼，应该蒸排骨吧，蒸久一点。S 排骨是蒸 S4。这个是什么？坏了吗？啊，S4，开始19分钟。你打什么？你上来一点。什么东西？你喝了多少了？没喝呀，喝的是你喝的。我不信。我没喝呀，这样说明你。你连那个开瓶器都不是，那是我扭的那个。那是因为我这个到了，我才换上来。我给你做那个丸毫罐头，到时候你在这边可以吃的。过几天我在这里，我也会问你。问你干嘛？这里不错啊，这里好好的，在这里休养嘛，开着风就得了。做好罐头先。这是什么？醒酒的。这么小的醒酒啊？这个我还没用过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用。你买这个是什么？加湿器啊？有用吗？甲醛溶于水。这个时间已经到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漂亮。现在太烫了，先放在里面先，等到明天放凉了，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去泡5天，它才好吃的。这个是给我倒的吗？这是我的。你给我倒啊？你给你倒，你自己倒。可以可以。你吃药还是喝这个？我吃药，最好的。好的，真的是眼山猪啊，不能叫稀罕的。你这两天去检查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说是什么病？没有病啊。他没有病。那个胃食道。那医生有什么建议的呀？叫你注意什么东西啊？建议就是，按时吃药，他
活咯。然后就是生活要规律咯，然后不行就试管咯。那你在这边多待一点吗？多待9天吗？是你的好心。反正是我的小区，我也不敢住。这个窗开的都大了，里面甲醛里面我有啊。魏北京他们那个水又不怎么好，然后呢又潮湿，还不如待在这边。这边没有气，不要花钱。就买菜而已嘛，还花什么？那就跟你那边连。买房贷啊，买车贷啊。那不是我出去的嘛。你付了都自己，把你赚的那么多，那你休息的很晚了。我掏钱用吧。不买桃子。卖完桃子也没有什么用，卖桃子也就是明天最后搞一批，后面就没有桃子。嗯，要花钱嘛。下一个品呢也不懂得，哎，想看百香果呢也不懂，下一米一共加百香果。